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区政协副主席严光辉和政协委工委主任刘军立、副主任周继红一同走访了政协委员王飞的西安市信友灵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严光辉副主席一行参观了公司，同时听取了王飞委员关于西安信友灵犀企业发展历史和经营情况的详细介绍。西安信友灵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互联网电子商务品牌策划设计、抖音运营、商城入驻、产品拍摄、店铺装修、网店托管、电商团队打造、人才培训、电商企业策划及网站优化推广整体托管为一体的电子商务服务公司。在西安信友灵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严光辉副主席详细听取了王飞委员关于公司创立发展和经营情况的介绍。公司创建于2018年8月，是一家从事互联网电子商务品牌策划设计、抖音运营、商城入驻、产品拍摄、店铺装修、网店托管、电商团队打造、人才培训、电商企业策划及网站优化推广整体托管为一体的电子商务服务公司。企业价值观：良心、用心、耐心，想客户之所做，做客户之所想。企业愿景：让西北网商没有难做的生意。企业宗旨：为商家创造财富，为伙伴创造共赢，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客户创造利润。依托平台：抖音、淘宝、天猫、微店、京东、亚马逊、拼多多、阿里巴巴、百度。严光辉副主席指出，通过走访委员活动，加强与委员的沟通联络，加深了对委员工作及履职情况的了解，增强了团结和凝聚力。政协委员是各行各业选出来的优秀代表，我们更应关心和大力支持政协委员及委员企业的发展，树立亲商暖商之风。政协委员王飞表示，我公司作为莲湖区电子商务协会副会长单位，公司一定会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的优势，为乡村振兴、助农扶贫贡献力量。同时非常感谢领导对企业工作的大力支持。最后，严光辉副主席指出，区政协作为政协委员的娘家，将进一步为委员及企业的发展做好服务，积极搭建平台，促进企业发展壮大。作为莲湖电商企业，希望公司积极参与助农消费、电商培训等，为乡村振兴和莲湖电商企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